你们两个开飞机去他楼顶，我放他往他楼顶放空袭，他们肯定会退到房子里面的。带着黄建林开飞机去刚才那个我们标点在楼顶把他干了。在你们快到的时候，我直接叫空袭把他们直接炸了。走！过去！我直接跳伞了，过来！直接在楼梯门口、人机门口两个扔雷投掷物。